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控与自孤呢，我们看一盘在前不久第三届孟百合杯64强战中的一局棋啊。这局棋是由柯洁执黑对阵韩国棋手姜如哲啊，姜如哲。虽然姜如哲名气不大呢，但是就是说呢，实力呢也是不凡啊。现在呢，局面呢就是白棋刚刚挡下来啊，白棋这块大龙呢，暂时呢是逃出来了。那么白棋逃出来以后啊，黑棋虽然这里都有不少目，但是相比白棋整个左边一条边来说呢，那肯定还是小多了。那么黑棋势必啊就要在这个左边呢要走出一些棋来啊，或者说就是要破空，要活出一块棋来。那么呢这个一场在围绕着左边的攻防大战啊势必呢即将发生啊。那么首先我们看看黑棋啊是怎么呢开始来破白棋的空的。黑棋第一步呢是先靠啊，尽量呢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啊，生存空间。因为这个一般来说拆二是吧，但是现在呢白棋这里都有子弟的话呢，这个底下这个眼位呢是肯定是明显的这个不足啊，不足。所以呢黑棋要尽量呢扩大弓箭靠啊。当然确实啊，从这个时候来看，这个白棋这边子力众多啊，子力众多，黑棋要活出来感觉上确实是非常的困难啊，非常困难。但是呢这个棋呢味道也明显呢有不少啊，所以呢这个棋黑棋肯定是要在这里啊进行一定的尝试啊。白棋呢现在选择了最稳健的退啊，这也是呢在攻击对方或者杀对方的时候啊这个常用的，就不要给对方呢太多的借用啊。比如如果你搬啊，那希望他退再立呢，当然是呢不错的啊，当然是不错的。不过黑棋肯定呢也不会这么老老实实，肯定会呢连扳啊，这个寻求呢更多的借用。如果你打的话，黑棋呢就立下啊，这样白棋反而呢自己把自己头绪啊搞得太多了，不好。那么白棋就退，黑棋实战呢选择的是拆一。就事后而论啊，可能事后啊柯洁他认为呢这个棋呢如果能先搬一下再拆呢，可能这个棋啊相对来说呢弹性呢更足一些啊，更足一些。当然呢这些呢只是一种感觉啊，只是一种感觉。如果说非要说这里死活啊这个正确的答案几乎应该是没有的啊。即使这个AlphaGo啊来下的话呢也不敢保证啊，这个棋就是说到底确定是黑棋死了还是白棋还是黑棋活了还是打劫活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呢肯定就是说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啊。这种题呢也是在实战中啊也经常出现啊。那么这个当然只是凭感觉是这样下，那么直接这样下啊好不好，这个呢也其实呢也不好说啊。说白了碰到这种棋的时候啊，或者就是说自孤定胜负的时候呢，这种时候往往也是我们俗称为练肌肉的时候啊，就是说是完全是比拼双方的计算力啊。
这时候谁的力量强大啊，这个呢谁呢往往呢就能获胜。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啊，这个我们欣赏棋局的时候看棋啊，看门道是吧，你这个外行看门道啊，外行看热闹啊，我们内行看门道的话呢，懂得这个欣赏的话呢，那么就是说呢，这种时候往往啊，时间就是说是决定这个胜负呢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谁有时间去思考啊，如果你进入读秒了，那么呢你自然而然呢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被动的状态。那么黑棋跳啊，这个等于呢本来我们说拆二不好，现在的黑棋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拆三的空间啊，这个做活的空间呢相对呢大了一些啊。那么白棋接下来怎么杀，这个确实呢是个疑问。哎，这一扑哎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了是吧，白棋读秒了啊，读秒了，这个呢可以说是对黑棋自顾啊很有利的一个因素啊。这个就是从这一招棋我们就读懂了这个信息啊，白棋读秒了，不然的话呢白棋不会轻易的啊，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劫材啊，万一形成打劫，这个就是一枚巨大的劫材。然后呢白棋立，这个也就是说刚才啊柯洁事后为什么说要先搬一下，那白棋立呢可也可以说是身孕这个杀棋的这个诀窍啊，这白棋这个是就是说把自己走得结结实实，不给黑棋啊以借用的机会啊，如果说你搬啊被他一虎顺手是吧，你打吃他又一虎，这个东西而你不走呢，黑棋简单的这个一扳一虎啊，这个就出现问题。所以呢这个力啊最厚实的同时呢不给你借用啊，这个可以说呢是杀棋的这个诀窍啊掌握的呢很好。这个确实江泽如从这一手在读秒声中这一手呢也显示出了很强的这个攻杀能力。当然啊，那么白棋呢接下来呢还是得继续啊寻求味道，往上贴，把眼做大，因为这个地方啊你的口还没封死，希望呢多一些这个借用。黑棋当然不能啊，白棋当然不能呢随随便便就跟着硬啊，如果说是跟着硬的话呢，那么这个黑棋再一挡啊，这个眼位的空间呢就变得很大啊，是这一单呢还有一些这个借用，这样白棋杀黑棋啊这个难度呢就会增加不少。所以白棋现在跳啊，来破黑棋的眼位，黑棋的眼位底下啊是眼，肯定是做不出两个眼了，只能看看在外面呢寻求呢一些这个味道啊，味道哎，黑棋扳，考验一下这个白棋，考验一下白棋。那么白棋啊，如果就简单的吃掉这个的话呢，那么黑棋以后啊，由于有了这个打的先手借用，这个地方呢，黑棋以后就可以呢，飞在这，直接飞在这。这样的话呢因为从这个地方啊，这个可以说是白棋最薄弱之处啊，不是因为黑棋这一带还有一些先手，注意啊有些先手，这块棋还得注意一下手，那么呢这样白棋杀黑棋呢还是比较困难啊，比较困难。那么白棋这时候又打一将啊，这个是又打一将很轻松啊，但这么打下去啊，这个将也快没了啊，也没了。白棋呢再一飞，现在白棋可以说呢是下了必杀的这个决心啊，必杀黑棋的决心。那么把这个杀了，肯定是黑棋呢不行的啊。
当然黑棋啊，在这里怎么样自孤，这个呢确实是考验啊。一眼望去找不到第一杆，也看不到明确的眼位。不过这种地方能不能走好出棋啊，就完全呢是一个棋手实力的体现。那么柯洁这时候先退一个啊，冷静的先退一个，就上这里的鱼尾。因为这个跑出来以后，这里还有虫夹啊，这个种种味道啊。那么白棋先粘上，尽量呢把自己啊不结实啊，给黑棋呢扫的借用。那么黑棋冲一下，哎，白棋度过。尽管呢你已经捕捉了，但是黑棋这个地方啊，这个靠依然呢，哎，是个要点啊。这个棋做成一个紧致形啊，这个地方呢眼位呢再慢慢来啊，一个一个的做嘛，是吧？同时靠了以后呢，这里扳也变成了先手，是吧？这个地方你也不能随便撞气，把这三个子连回来以后呢，哎，在这边逐渐的呢也是有文章呢可以做的啊。这个地方这种地方柯洁还是展现出了这个强大的这个实力啊，这个实力对形状的这个掌握呢还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么白棋冲一下以后，他是为了点做准备。现在呢先明确的把你下面的眼位啊全部给破掉啊，全部给破掉。那么现在外面呢暂时是封死了，封死了。那么这个地方黑棋就想做活的话呢，只能在这里和这边各做一只眼，是吧？需要呢各做一只眼。那么单纯的去做呢，显然肯定一下子做不出来。不过呢这个地方呢挡肯定是先手啊，因为这有冲，有先手味道。那么呢就是现在把这三个子已经连回来了，是吧？那么就把这边的借用呢再利用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断是好棋啊，断是好棋。这个这种小地方或者这种接触战的能力啊，这个柯洁作为世界第一人啊，这个把他的强项可以说发挥的就是说淋漓尽致。压这个呢是熟手啊，这个好像用处不大，他就度过啊，这个没有什么。那么断一下以后，白棋当然是打吃了，黑棋就现在不是打在这了，他恰打在这。如果你提的话，那么我再叫吃，是吧？那这个地方大家一看，以后虎啊虎啊都有点先手，这个眼型呢也比较变得充分了。所以白棋要冲一下，黑棋再打，这样呢黑棋以后这个刺啊就有些这个味道了啊，或者说这里还有虎的味道。把这些交换完以后呢，再靠，这一靠这一靠啊，就是说都是这个自孤的好手啊，自孤的好手。不要急忙去打，打是熟手，是吧？打完了以后，这里呢还保留退的变化啊。那么这两个先手啊，白棋呢粘上，这个都是江泽如啊，还是江如泽啊下的还是非常的冷静，还是非常冷静啊。这个就是把你的先手消掉，让你去做眼。现在这里呢隐隐约约是出来一只眼了，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是需要做一只眼。那么现在黑棋顶，黑棋顶，这步棋啊可以说是对白棋最大的一个考验啊。白棋呢这接下来怎么办呢？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的复杂，也可以说啊这个时候呢到了这盘棋啊最精彩最复杂最关键的时刻，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姜正儒呢，这时候呢是怎么下的。黑棋顶目的很明确，是要在这里要求坐引。那么这个时候啊，姜正儒啊，这个手呢软了，这时候这个手软了。他走的是呢，这个退。那这个呢，似乎呢，就是说呢，有明确的、有明显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这个棋啊，就是说走到现在，这个白棋呢，本身杀的还是不错。那么这个棋呢，无论如何啊，白棋最强的呢是顶住，必须不能让他在这里做眼啊，要破掉他，因为你这样的话呢，这以后明显。这个眼位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杀这个啊。那么杀这个的话呢，这个棋就可以说会变得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精彩。那么黑棋会挤，是吧？白棋挡住，白棋必须挡住啊。那么黑棋再从这里冲啊，这个白棋要爬回去啊，爬回去。这样度呢？也是一样，他一挡呢，你还得从这里连。那么黑棋通过这里叫吃，不叫吃不好啊，单立。这样的话呢，这个地方这里是个后手眼，是吧？这里也是个后手眼，局部呢是活不了，活不了。这里局部活不了，但是呢，这个棋没完啊，这个脚上有手段，这个黑棋呢可以断啊，可以断。这个一段白棋啊，如果从这里吃呢，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因为黑棋可以恰打，恰打完了以后再打吃，对吧？你只能提，你不能粘，粘他一跑呢要出棋，那么再打吃。这样的话呢，黑棋外面这个虎就变成了先手，这里有点很明显。你虽然可以做活啊，但是黑棋这一张以后，把你这个外面给断开了，断开了。这样的话呢，白棋呢还不行。有人说，我打吃长不是不怕吗？但是。黑棋只要在这一带，注意，或者说这一带获得了这个先手的话呢，这个白棋啊还是不行，因为如果黑棋这一带隐藏着很多先手借用啊，就是再一来杀的话，白棋右边这块注意。没火啊，没火。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好像暂时看不出。当然了，这个还是比较复杂，还是有点复杂。黑棋当然也不见得就这么简单的借用，可能走在这一带。这个就是说呢，黑棋只要在这一带啊获取一个先手的话呢，还有可能把这边呢给杀掉啊。当然，这个死了肯定是白棋呢。不够的啊，所以说这样呢，黑棋不怕。那么这个呢，就类似打在这呢也不行，那么黑棋可以立，白棋现在不能挡这个，挡这个呢，黑棋有教科书般的手筋拐，这个不能随便打掉啊，拐了当家，这样呢就出棋了，这个是。局部呢教科书般的这个手劲啊，等你打的时候呢再一扑，是一个接不归啊，接不归。那么白棋呢就只有挡在这边，挡在这边，那么黑棋呢还是一样啊，
在下边、左边、右边，还有中间的这一个大肚皮，那这个叫做中府。那脚呢，一般以心位为点，那这里面的方向就是脚。杀这块白气呢，黑气呢，依然呢不素啊，依然不素。所以说，从事后而论啊，即使这个白气啊下出最强的这个变化，黑气局部自孤呢，有可能是死的，但是如果能获得这样先手的话呢，反过来可以追杀呢白起右边的大路，这样呢胜负呢还是难讲。不过当然，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局面，那肯定会是一盘非常啊这个精彩的对局，非常精彩的对局。可惜呢，江如哲在这里呢，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啊，思考，他只是选择了呢相对平淡的这个退。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啊，这里的眼位得到了这个扩大，那么呢，他这个做活呢就变得比较容易了。虽然容易啊，也得这个小心。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活啊，黑棋先冲一下啊，这个是不会的。那么白棋呢，度过这时候黑棋注意啊，这个做活的要点呢是在呢冷静的退，对，冷静的退，这样呢一下子就活了。白棋当然想杀的话，走这个是打劫杀，是吧？是打劫杀，但打劫杀肯定是不行。黑棋第一本身劫财啊，这里有不少；第二呢，拿这块大龙当劫财呢，这个机会呢也很多。这个白棋呢肯定不行，所以黑棋这时候呢，白棋这时候就冲这个啊，只能寻求进杀啊。这时候呢，就是说，黑棋在吃这个，这个是好棋。看着大家会有点混乱啊，因为这个呢他要利用这个断，利用这个收气啊，获取一些这个便宜啊。白棋如果粘上的话啊，那么这里虎了一下以后啊，这个棋黑棋呢这时候就是由于有拐的这个借用了啊，黑棋就可以粘上，打吃掉也行啊，看得清楚就把它打吃掉。这一粘上以后，这里就是一个铁眼了。等你来灭我眼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团这个。这一下虎的作用呢，大家就看得出来，是吧？你现在来灭我的眼呢，那么我这里拐下去杀气，这个白棋呢气不过啊，这两个起到了这个作用啊。所以呢虎的时候，那么白棋还不能粘了，不能粘，那么呢这个棋你呢
也没有什么棋好下，没什么棋好下。那么想来啊破眼的话呢，这时候白棋呢也是急急忙忙先冲了一下啊。也是打将，但是这个呢显然呢是走不着了啊，不打将也没什么办法啊。这个棋因为这样的话呢，这边还是一样可以活，因为它这个断了以后啊，这些都还是先手，对吧？同时这个地方还有个挖了滚打的味道，所以他先想打将先冲一下。那么这时候呢，黑棋当然是不走了，相比这块棋，这个黑棋一张啊，全部连回来，就是说呢都活了，而白棋只能立啊，只能立。虽然杀掉了上面这一块，但是黑棋现在啊，把这些子全部活出，还是赢了啊，胜了，胜利在外。这块棋整个来说呢，明显呢比这个上面啊大得多，长粘上。白棋尖啊，这个走完以后啊，那么黑棋断两下，哎，再打吃掉，都走掉啊，这个棋粉都走掉。那么这样呢，黑棋呢啊就已经呢获得了一个先手活啊，能够呢回来收这个官。这样呢，虽然白棋把上面这块黑棋啊吃掉了啊，收官之前还走了两下啊，这个都无所谓了。虽然把上面呢吃掉了，但是呢，就是由于这块棋啊明显大于这块，这个棋呢黑棋还是就是说呢，明显的赢了啊，赢了。就是柯洁在这最终还是啊这个自孤成功啊，活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江如泽啊，其实本身呢下的还是挺好，只是这一步棋呢手软了啊。这个如果顶住的话呢，这个棋呢还是非常的，会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复杂啊。不过柯洁最终呢还是强者运强啊，获得了胜利。当然呢，这个棋我觉得白棋啊，这个失败啊，可能有一半呢要归功于这个读秒啊，没有时间的。从第一步靠开始走完以后，白棋当时就已经读秒了，就已经开始打将了。打了两步将以后，还没有别的将好打啊，所以呢，都必须在啊这个一分钟以内啊，这个行棋肯定呢也会影响他的这个计算，因为毕竟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的复杂啊复杂。不过不管怎么说啊，黑棋在这个白棋啊看似特别子弟特别多特别强的地方，利用一些啊这个仅有的味道，能够呢在从中活出来，也展现出啊这个柯洁啊非常强的这个计算能力啊，非常计算能力啊。这个最终呢成功自孤获胜，只是唯一可惜呢，如果顶在这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盘更加精彩的自孤，或者说甚至于说弃掉大龙反杀白棋大龙的精彩的局面啊，只是可惜呢，那这一点啊，最终呢，柯洁执黑啊，中盘战胜了这江如泽，顺利的进入了这个孟百合32强的比赛。今天的讲座呢，我们就得给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